龙将士勇者斗龙。来打草房。那个啊、哦，那个，你知道哈、哦？打草筏，这个哈、哦？对，草筏这个。哎、欸，草筏这蛮帅的。对啊，可以多啦，斗牛士。难怪他们很喜欢打草筏，可是我觉得你要有一份多的在打草筏比较好。觉得啦，其实帕拉斯剑没办法用桃花，好像他不会出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700多啊！还有限制数量，血量，15条龙的逆袭。7087滴，7087啊，那差不多啊。你用铠甲是73多吗？731级，还是一样？多300，多200多血，防御比较高了。哇塞！6000多滴血呢、欸！不要加主角，加他们各一个。主角要用打吗？主角用反击。不要加主角，龙各加一，然后先全蓝对不对？对，全蓝。他光反击分数应该就够了。对。那我们要撑到第三回合，反正都一直全蓝的。不对，我们绝对撑得到第三回合啊！为什么要讲？怕把他打死啊！哦，对，他们的血量一定要撑到第三回合。哇！好，你按准了哈，去练习，顺便去练习盾体。哦，反击！没有人。有啦，他吐那个。你说没有人中？没人中，332，没人中毒哎、欸。没中毒啊，然后中。好，先按准了啊、哦。哦，又可以反击了。215耶，又可以反击。会不会反击把他打死？那我们都用毒就好了。尽量按准啊、哦，按准要有加分。哎，没有按到，太慢了。不用甩的，要按的。我要甩的。哎、欸，太慢了。哎，怎么连三次啊？你再早一点点按，太久没玩了。他打谁？主角吗？好，反击。哇！第一回合狂反击耶！全蓝，加龙，还是不要加，不要加。哎，龙加各加一哦，好，剩下不要加。好，哎，不对啊，放弃，不要放弃哦，不然他打太痛，很放弃，存血。哎，要放弃精力。全蓝，啊，等下要打死他就麻烦。对啊，打死他就气了。这样还不会死啦，应该还不会死。对，应该。那第三回合放大雪，应该就够了。对。他们队伍等级是600。真的，我方等级真的是比较高哎。我、哦、还好，才加力量。普通的零。好、哦，再反击他。啊！太麻了，直接进入魔。呀，冰冻气应该可以第三回合了。我也希望可以。揍他！太棒，他一直全体攻击耶。
么会是狗吐的啊？你再顾得下去可能就没过了。OK OK， 这样才有加分数。477也很痛哎。对啊，就怕他打太多。会的才加70的。啊，526扣太多。他毒也蛮痛的。哦，超贵。超贵加300。是吗？对手的龙物不是扣10，火焰球还好。然后要反击。啊，揍他。不是反击。哎，等一下，他不会那个了吧？啊？啊，还没有。反击啊？没有反击吗？没，刚刚没有。好，开吧，开吧，开用那个一电。一电接着接。刚好全用完。按准了，按准。刚好 AFM。那耶利亚不得了。哦，彗星一级，2000，补满了吧？真的补满？哎，没补满，我们差不多满了，差五，好了，应该过了，50多，OK， 来吧，差55哎，多了，没有分数不够，你顾得太多了啦，随便打了，随便打，顾得太多了，哎，你要按准啊，因为顾得太多了。随便打吗？随便打、啊。你不要第二回打掉哦。第一回合打爆啊！我想说应该过了，直接就打掉，不要第二回合再。第二回合要出理王，主角先满，然后反击。不用反啦。反啦、啊，打比较痛啦、啊。哦，也可以啦，也可以啦，也可以啦。没你说的哦。可以啦，这样应该是这样就秒了啦。哎、欸，没有哦，他好像血痛。是我按好啊，他这样会不会打到李王去啊？不会啦。哎，500多吧，500多，600。我想说用那个降啊防御力嘞，你已经用过了。哎，对哦，对，不要乱用了。哎，不算是上一局啊？是吗？好，没有吧？没有用过。来，我降他防御力。先打。对。要吗？降他防。好用。好，这样子秒了。对啊，直接秒，绝对秒。龙各打两只龙打一打就死了。对，然后还没有要三只啊，要三只。没有啊。有分数有上来，1000多。哇塞，又龙毒嘞！五连龙。刚好，你按太多固的了，所以没有过。你按了5-6次固的了，你再多一次固的就过了，所以还是要认真按哦。好，因为它差一点点而已。哦，有李王？没有了，第二回要打掉李王。对啊，你看分数超低的。来按掉哦，按掉了，现在要出垃圾装，现在要打讨伐了，再上讨伐吧。不要按错哦，随便啦，快！金河海，
来掉。来卡片。打倒大魔王，跳过说明。好，掉了，给我。OK， 来。